最后飞送，回来给小石像。我想。为什么？传统明星暗量有限，酬劳也不高。尤其是在戏里当中，我饰演方真，然后我是本事务所的首席。那种法条或是那种专有的名词，而且我们在演的时候完全不能迟疑，就是眼都不能眨一下。为了真实呈现律师的专业与日常，敬业的天心还特地到法庭实地观摩，做足功课。得奖的是我的完美男人天心。小姐跟我说，我要一直演到拿奖。我已经拿奖，但是我还是会一直演，好不好？找我演，我真的很便宜。苦熬多年，演技终于被肯定。天心在1993年以本名吴天心出道，清新脱俗的模样虏获无数少男心。歌手转战戏剧，演技也越磨越亮。我不要跟你说再见。说，你快告诉我啊！我爱上他了。渴望爱情的人妻纠结，紧扣人心，获得广大共鸣。时代巨轮下的悲欢离愁，更让人见识到他收放自如的演技。要我怎么样吧？让我做几次广播啊！天心将在全新律政剧当中带来有别以往的精彩演绎，粉丝早已迫不及待。